你懂吃锅吗？你懂吃汤包吗？你懂吃麻辣锅吗？你懂吃居酒屋料理吗？你懂吃蟹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先吃饭吧。请问我们的工作是到处找美食吗？我是行走的美食地图。啊，真香！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吃东西可以文明一点。干嘛？你很饿啊？旭华，这位是我吃饭认识的朋友李子东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们两个又是说了一嘴美食。你输定了。这么有缘。谁跟你有缘啊？你懂吃锅吗？吃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本质。你懂吃汤包吗？你懂吃麻辣锅吗？你懂吃居酒屋料理吗？你懂吃蟹吗？我叫朱波，当警察这么久，是非善恶早就分不清楚了。走开，我要请律师。请啊。现在怎么办？先吃饭吧。请问我们的工作是到处找美食吗？我是行走的美食地图。我叫威，你们做警察的不就是要维护正义吗？打击坏人，保护善良老百姓。啊，真香。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吃东西可以文明一点。干嘛？你很饿啊？旭华，这位是我吃饭认识的朋友李子东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们两个又是说了一嘴美食。你输定了。这么有缘。谁跟你有缘啊？哎，小心！为什么你每一餐都吃得这么有仪式感？要把每一餐都当作最后一餐。先生搞定，交给你唱号。杰克，你最近真的要盯子东盯得紧一点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指令，我觉得应该让人知道。哎，墨玉，任务失败，组织会怎么对我们呢？你懂生鱼片料理吗？你要先破坏鱼的神经，在鱼体瘫痪后迅速斩杀。邯郸跟胡仲奎的人马，他们的冲突已经一触即发。你懂吃鱼吗？莉莉，胡仲奎的情妇。你要攀上那个最高的位置，你还得要拿到那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去处理掉。莉姐，你被杀手盯上了。别动！穿梭在黑白两道之间久了，你会很难看清楚真相是什么。你真的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我很抱歉。你不觉得这一切感觉都有人在背后计算着吗？好戏才正要开始。